都很好，哎呀，现在哎呀，没有外孙没有在家，外孙也没有在家，外孙没有在家，都不陪他过来，只有来了一个礼拜，一天呢、啊。哎，来一天而已，然后拍到的那天，对，然后就通通带回去，都没有，然后通通没有过来。我已经请律师，可能会到法院去争取。没有，其实我们这个，我跟阿宽哦，交情太久了，哎呀，同是演艺圈里头认识已经至少可能40年有了。那当然，妈妈过世是一个非常心痛的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那也已经93岁了哈。这个我有跟他讲，他自己要节哀。那宽姐有跟他拥抱，有给他拥抱一下。有啊，有。平姐有跟宽姐说节哀。我们根本就是经常碰面，对啊。私下交情都太好了。了解。那孙子他们也都很好，哎呀，现在哎呀，没有。对，没有，对，外孙没有在家，外孙也没有在家，外孙没有在家，都不陪他过来。上次不是带，只有来了一个礼拜，一天呢、啊，哎，来一天而已，然后拍到的那天，对，然后就通通带回去，昨天就接回去，没有过来，然后通通没有过来了，不让他们，对，那时候不是有拜托那个，我已经请律师。可能会到法院去，去争取，去争取了，争取了，不是提高了，监护权，监护权，哎呀，因为最主要是，你看他妈妈也不见了，然后爸爸也在里头，然后阿公阿嬷他们离婚已经快20年了，等于剩下他阿公在家。他在家又有病，你知道吗？那谁照顾？我们是考虑到这一点。这样是谁照顾？如果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外佣在照顾啊。那时候琪琪这个找的，哎呀，因为他病了，然后找一个外佣去，但是只有一个外佣在照顾。最重要的是，小孩子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哈。小孩子的成长要很注意。对，